那非常感谢我们所有这次赞助很多奖项的所有的一些董事长啊，这些金沙集团啊，哦，那当然还有，当然我们新北市政府啊，哈，那还有我们区公所啊，然后我们的里长啊，陈春颖里长，哦，那还有我们一些议员啊，哈，民意代表所对我们大力的支持啊，哈，让我们更有力量可以一直做下去，哦，那有我们的团队啊，哈，才有这个灯会，哦，那明年希望。区长还是一样继续，就让我们把灯会给办在广兴宫，好，让我们继续来做更多的创意。真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而且首先呢，我那恭祝咱国民党完成帝君后会偶像，真的非常感谢区长哦，真的，我再重申一次啦哈，这一次真的是区长哈，他好结合我们市政府哈，然后给我们这个机会，一共吼，膝盖板的后啊，膝盖更小，啊，所以我们都不敢大意，对啊，都不敢大意，我们就一直很认真的把它给。办下去，但是真的也靠了很多好朋友哈，那些网红啊，那些摄影高手，哦，然后一直在帮我们分享，一直帮我们宣传，让我们有真的是数以万计的人潮涌进我们广兴宫。那在这个元宵的佳节啊，哈，真的让我们感受到元宵节的气氛。对啊，我们在三峡之前没有灯会。这是我们有的，我希望应该以后会一直都有。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，让广兴宫的香火可以传千里，帝君保佑大家。那我们武汉的疫情可以赶快给解决掉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掌声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真是感谢我们的诸位。我们广兴宫所有的干部，哦，我们再深深向大家一鞠躬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元宵节快乐。好，支持的尖叫声再一次，尖叫声在哪里？期待你。